小伙子，你鞋带开了，走路小心点儿。谢谢阿姨。悠悠岁月，你说当年。阿姨，你这些菜是怎么卖的呀？这个青菜呀，一块钱一捆，早上刚掐的，新鲜着呢。要来点不？那你这西红柿怎么卖的？这西红柿啊，一块钱两个，黄瓜也是一块钱两个，都是一块钱。李总，王总还在等我们呢，赶紧走吧。哎，不着急。阿姨，我可以尝尝吗？可以可以，给。哎，李总，不干净，洗洗再吃。真甜，还是沙瓤的。老板，哎，你放心，这些菜呀，都是俺自己种的。这黄瓜也是新鲜的，再尝尝。不用了，阿姨，你这么好的农家菜，就卖一块钱，这也太便宜了。老板，俺没啥文化，这一块钱啊，好算账，亏点就亏点。阿姨，你这些菜啊，我全都要了。全都要啊？哎，对啊，全都要了。你可别说我占你便宜呀。不会不会，俺感谢您还来不及呢。李总，咱们是去吃饭谈事情，这么多菜也没地方放呀。对哦。哎，这样，阿姨，我呢，先付给你100块钱啊。老板，要不了这么多，要不了这么多。没事，阿姨，多退少补嘛。我们两个呢，先去吃饭，吃完饭我们再来拿菜，然后呢，你再找给我们钱啊。那行，那俺就在这儿等你们。哎，行，那走吧。这样执着就慢走啊。慢走，王总。咱们也走吧。嗯，好。哎，李总，您是不是忘了咱们上午给那个卖菜阿姨的100块钱？这菜您还没拿呢。我本来也没想着拿呀，那阿姨啊，辛辛苦苦种点菜，还没什么文化，挣不了几个钱。这生活不易，咱们见到了就能帮多帮点吧。这100块钱一个的西红柿，我可吃不起。温馨难来被我。哎，怎么了，妈妈？李总，您赶紧来一趟吧，就是咱们上午卖菜这个地方，这位阿姨还在等您呢。留下真情。什么情况？老板，您可算来了，你看。哎，老板，你可算来了，俺都在这儿等您一天了。老板，我这下班路上看见阿姨还在这儿，我就赶紧给您打电话了。啊，老板，这青菜一共4捆，就是4块，还有这黄瓜5块，这西红柿啊6块，还有这玉米、土豆、包菜，一共就是25。您给了俺100，来。找您75，您拿好。阿姨，这我们要是不来了，您就早点回去呗。这刚刚下这么大的雨，您这是何苦呢？那不行，这买东西给钱是天经地义的。您都给了俺钱，那这菜就是您的了。再说了，俺都答应在这儿等您。您不来，俺就一直等。做人得讲诚信。俺虽然没啥文化，但这道理啊，俺还是懂的。老板，还得谢谢您，买了俺这么多菜。您是个好人啊。就儿我送你去远方。阿姨，能麻烦您帮我把这些菜搬到车上吗？哎，好，萌萌，帮忙。哎，好的，阿姨，我帮你。哎，谢谢啊，没事儿。
是我谢谢您，您给我们年轻人上了一课，谢谢。